加拿大。对。就九点要下雨，所以我今天比较早。可以，对，好，我来准备。轮子好大、哦，你看，他就跟着我。我永远都在中间。带大家飞起来哦，飞起来！但是回来之后就觉得说，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？来，午安，两点五十四分，两张，都是原木色，这小刀子放身上其实还蛮方便。一个是永和的杨先生，一个是彰化的黄小姐，对，对啊，是小姐，对。好，来改，原木色。刚刚下雨，现在停了。我刚刚有出去一趟，今天遇到一个蛮有趣的朋友，魏先生。晚点泡咖啡来聊。好，第一组。第二台完成。好像可以看得到留言，这个吗？对耶，真的有人哎，来，没想到这么多人，27个人。好，大家好，好，现在在河滨，然后我是利用这个 Android 的萤幕录影，所以你们会看到我。哦，带 OBS， 有点麻烦。我是想要最简单的方式来处理。对，现在时间是5:47。来，先拆一个东西，户外开箱。那我现在是用 Air 2，哦 ，Air 2的镜头。那因为这个东西跟 Air 2有关，这是 Freewell 的减光镜。好，你们的留言我可能没办法立刻看得到。哦，这个 all day 8个 pack 泡咖啡再来拆好了。我们先来飞一下，边飞边看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对啊，直播成功了，直播起来。好，来带大家飞起来哦，飞起来。起飞。
对，另外它有一个叫 APS 的功能啊，就是例如我在它前面，它感测到有障碍物，它现在哔哔叫，它往前推，它跑到我上面去了。哎，好凉哦！已达智能返航点，飞行起始秒后自动返航。返航。你看它返航，它回去刚刚那个地方，但我给它取消，不要。我们在这边好。我又飞到冰箱。降落。飞到低电量。好，晚安。7:12，啊，刚刚去直播了一下，因为心里一直在想说，为什么我不能直播？明明直播过，为什么不行？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我总觉得想不透，所以刚刚趁那个雨停了，然后我觉得应该会蛮漂亮的，就出去直播。但是回来之后又觉得说，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？对啊，因为其实今天已经有点忙。我今天蛮特别的，今天中午面交了一位，他是很早就跟我订那个 Mavic Air 2，对，但是他今天才来拿，今天才来拿，很特别的人。待会再聊，等一下。我今天其实泡了3次咖啡，早上来手冲，然后下午是 espresso， 对，然后现在烘心。我在跟我那个朋友开玩笑说，我每一天都会泡3种大三元，等于是3种冲法都有。那早上我拍那个手冲的时候，我还刻意用3台机器，这里加一台，这里加一台，这里加一台，3台啊，前面应该有看到，对，因为我现在是还没有剪啊，会剪成怎么样我不知道，我今天水比较冷，煮比较久。这一壶很香哦。哦，对，我刚刚讲说，我中午遇到一个，那个他是从事好像从事汽车相关的，那今天他开一台 Jeep， 轮子好大哦。我那轮子好大，好高哦。我一看到，哦，好高，我没有坐过那种车哎。他当时在跟我买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希望能够教他简单的飞一下。那当然前提是天气要许可啦，然后刚好我有时间，那刚好今天他是利用中午时间，就跟上次一样中午来，然后我们就说好吧，因为他都开车来了嘛，我说那开车还蛮方便，我们就到河滨去，就上他的车到河滨。我那要上去他的车踩好高哦。对啊，他那车很特别，他说大概有20-30年的老车，对，然后里面的内装啊就是很复古，很复古。然后竟然那个排档杆上面有喇叭，按下去叭叭，是在排档杆上面。好特别，他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开开看，你要不要开开看？我说不要不要不要。他说没关系，你开。你看，真的没有关系，只要人没有怎么样，车子都没关系。我想，我觉得说，我想要不要了，还是不要。对啊，因为我不太爱跟他借东西，总觉得跟他借东西有责任啊。人家说不要，如果真的怎么样，还是要，哦，还是要，道义上还是要，不能说就他说不要你当真。我不会这么想，对啊，那蛮特别，蛮特别的经验。我第一次坐那种车 ，Jeep。然后来下午就改滑板，改滑板了。对啊，今天那个背包夹，我常用的那个背包夹到，对，那个这一批是因为上次有一位
基隆的李先生，对，应该是，反正他跟我面交，然后要跟我多拿一个背包夹，结果我发现我这边竟然都没有，那他就说没关系，你等到了再给我，超客气的，害我都不好意思拖，赶快把货弄进来，对啊，所以今天还有十几组，哦，那很好用，那背包夹的特色是在于，我们一般比较便宜的背包夹用夹的，它都只有单一方向，顶多就是俯仰，但是没有侧边的，可是那个背包夹是有一个侧边，直接拿，对不对啊？背包夹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我们一般是朝前面，可是我如果滑滑板的时候，它可以搬上侧面，这样子变成侧面朝前面，然后像如果我要自拍要讲话，我就按下去，拔下来，这个拿着就可以直接可以自拍，讲完之后再靠上去，又卡在胸前。我早上滑滑板或滑独轮讲话的那一段都是这样子拍的，我觉得背包夹很好用。然后后来刚刚改完滑板，等宅配来走，宅配五点来，我想哎，到六点半日落前还有一个小时，那就去试一下直播好了，那就去刚刚直播了一段。那直播的内容呢，我把连结放在这边好了，如果对直播有兴趣可以去看，真的黄昏很漂亮，但是现在受限于法规，旁边都是快速道路嘛，以前没有法规之前，我是敢直接从快速道路上面飞过去，当然这是相对危险的动作了，可是我飞了几年其实也没事，但现在有法规，就是你不能飞过快速公路上面，然后再来就是你有一个300公尺的限制，300公尺，那有些人说是900啦，中间只要站一个人就可以变900，没有那么简单啦，中间站的那个人要有一般飞手的执照，对，我记得是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我就一个人拍，怎么可能跑到900公尺去，对，而且我觉得那很不切实际啊，因为中间那个300公尺处那个人，他有办法看到900公尺的空拍机吗？就是再延伸600公尺，我觉得他是看不到的，所以这法规有点莫名其妙。我算了，法规就这么定，所以保险起见就是300，你飞300都不会有问题。所以刚刚直播一直不断出现我到达300或者到达60公尺高，对啊，我就在那个范围内飞，能飞的地方有限，对啊。不过今天黄昏真的蛮漂亮，如果可以再晚一点点，那个太阳下山之后，搞不好会有那种火烧云啊之类的。对，可是现在没有机会这样子拍。然后对，我刚刚在河边拆的这个，可是没有打开，因为我觉得有点赶。对啊，我们现在来开好，这是 Freewheel 的All Day A Pack， 哦，是给 Mavic Air 2的。那有些朋友可能有买套装组的，里面已经附了16/64跟256嘛，可是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，哦，你就可以买副厂，像 Freewheel 的减光镜做得很好，我从以前到现在用过好几个。我们来开，哦，啊，这种从这里撕开来，粘得好紧，他们都很喜欢用这种破坏包装。哦，这里面有说明书，那我记得有一条视镜布，这个减光镜打开，它这除了减光之外还有偏光，哎，对，然后这个是它 ND4/8/16，那这个是加 CPL 的，这个是单纯 CPL， 下面这里是8加 PL， 16 PL， 32 64， 所以它最高到64，没有 PL 是4/8/16，然后有 PL 的是8/16/32/64，所以它没有256，好，它没有256，你如果要256要买另外一套，但是它有 PL 是干嘛用的？PL 是偏光，像你装上去之后啊，你装上去之后你可以转，它这里有一条线，好，那你可以转 PL 转到一个位置啊，
光线就会，例如说你要拍水面，水面可是水面有反光，哦，你加 P 了之后可以把它反光去掉。哦，总之你要上机之前呢，你可能要先确认一下。哦，目前的记号水平的是变暗，就是把一些光线挡掉，然后记号到上面的就让光线通过。对，哦，这个实际找机会到外面拍。哦，今天就简单这样子让你们知道一下它有什么东西。那至于减光镜的用途跟偏光镜的用途，其他是辅助啊。那有加上减光镜或偏光镜，对于有些尤其在大太阳下面，哦，它的影像的品质会比较好。好，今天就这样，七点半，今天礼拜二，你看影片是礼拜四，嗯，拜拜。啊，对，昨天的影片很多朋友都说音乐很棒了，对，哎，真的，我好喜欢那个音乐，我自己光那个影片我自己看了四次，我自己会一直看，因为那个影像加上那个音乐啊，哇，很棒，尤其是那个新月桥的那一段，那音乐好好听，我下次会多用。好，拜拜。都是包。Hello， 别怕，别怕。